先生对不起，警察林姐，麻烦西道交道交给我。麻烦后勤交代一下。发生什么事啊？麻烦你。但没有枪的，回去跟你们老板讲，不要太嚣张了，老是欺负老实人的，有不过是买地嘛，一定要招摇撞骗吗？搞得人家全家活不下才行吗？啊？你想怎么样？说嘛。我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用不用你教我？回去跟于天来说，叫他不要欺人太甚。不然好戏还在后头。咱们就要拆掉我的草地了啊！风吹得都对啊！你无代志，将枪支放在车顶是要创啥呢？伊就是顶家不去放在车顶的。咱唔甲你拖走嘞，规气抓去关起来嘛，枪杀上解好啦。我会去互恁害死。我即摆是啥物身份，甲啥物地位啊？我开偌济钱落来，你敢知呢？我马上就要当选工商会代表呢。你即摆甲变起出，你是想要害死是无？你放我走，定还是要叫你放弃这地啊？啥物啊？迄个贼头你敢有熟面是无？捌看过。想不到这个查某人，讲话这么秀气，竟然叫警察出来插手。无关系啦，我倒是介意安尼。我这世人也毋捌顺顺利利过，若无一寡麻烦的代志呢，我感觉我都袂习惯。哈哈哈，我倒是介意安尼啦，愈困难。我就愈介意，愈麻烦呢，我就愈想要去得着钱。你最近你卖用什么？我在忙什么？你问这不是很好笑吗？你认识的？我在忙着帮你赚钱，你满意？你也是骨头是硬啊，想要飞啊？我将那边的公司交给你。唔是真正叫你做头家呢，我是叫你去监视两个白痴的。你的脑筋有较清醒？嗯？你哪里有交给我？你不是跟巡检组说把公司交给他吗？原来你就是为了这你无欢喜啊！迄两个是帮我咧做代志的呢，嗯？现在讲两句，很欢喜点嘛，你就这么在意，真可惜。
无才讲我咧教遐尔侪年啊。我没有不高兴，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叫我来的目的是什么。无什么目的啊，我爱你好啊，看过这间公司咧，因为我一寡少白的出金咧，拢在这间公司内底咧，你爱讲，别人出力差的。公司的账目你不是都请徐念祖在做了吗？你如果不相信他，你请他来干什么？你声音够有拢吃两座，你到底是该发展个什么关系的啊？我没有。你有嘞？我没有，因为我不敢。无就好了，安尼唔才怪。你敢知影我心内伤悲？你敢知影我心内伤悲？雅琪。雅琪，啊，你知道喽，公司的事。没有啊。哎，你今天干嘛穿那么整齐？我今天是来履行承诺的。履行什么承诺？啊，有一个人跟我说，要音乐，要气氛的地方共进晚餐，我都订好了。我今天好累哦，我们改天再去好不好？怎么了？被老板骂了。没关系，你被谁骂我去找他算账好不好？好，明白。我们走吧。是不是我电影看太多了？我老觉得教堂好像是用来结婚用的。是啊，就像我觉得结婚好像拍广告一样，里面人穿了粉红色粉蓝色的 T 恤，那小孩呢不会流鼻涕，老婆忙着刷卡，那先生开着一辆房车，这叫做新好男人，你说对不对啊？那是广告，傻瓜。其实我对结婚真的没什么感觉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必须互相依赖，互相需要，那才是真正重要啊。基本上我已经麻木了，我有一个酗酒的爸爸，还有一个懦弱的妈妈，他们每天只会为了钱吵架打架。我曾经发过誓，我一定要赚很多很多钱，我什么都不要的，我只要钱，我要把钱堆成一座山放在我家门口，让左邻右舍的眼珠子都掉下来。哼，哎，你很狠呢。没办法，自卑感造成的自大狂。哎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去吃一餐有音乐有气氛的晚餐？总有一天吧。训练组，对不起哦，下班这么晚还打电话给你。不过因为我在账目里面发现很多问题，回来听到的话请跟我联络，我在公司里面 ，OK？ 拜拜。什么事这么急着找我来？我发现了，公司这里这几笔账都是一些来路不明的钱，然后每笔金额又非常的大，都从不一样的地方来。你看，香港、泰国、还有
还有一笔是中国大陆来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。哦，我是说，我发现这些钱都是来路不明的钱。然后呢？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现在很可能在做一些非法的金融工作，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停止了吗？你为什么要告诉我呢？我以为我们是什么？是工作伙伴，不是吗？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跟老板说呢？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讨论一下，我才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。所以你想听听看我的意见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拿你的薪水做你的事，其余的就不要多管闲事了。你说我多管闲事？你想想看，老板花这么多钱来请你，你也愿意接受这个酬劳和这份工作，而他也愿意花这么多钱做这份他需要有人做的事。对不起，我听不懂你的意思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拿了你的薪水做你分内该做的事。这就是你的想法吗？这不只是我的想法，这是我的忠告。哦，谢谢你这么晚把你叫来，为了听你说这个忠告。我希望你听我一句，做你分内做的事。代志找我，先来把你办公室讲，找我找到这么久。我什么代志做你讲啊？我希望公司一切都能合法。你这么讲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听无你讲合法的是什么意思？无合法又是什么意思？敢讲我对你无好心？要是我什么所在做唔对，无要紧，你讲，咱能好啊参详，好啊来讨论一下。我是希望讲，公司卖做一寡犯法的代志，因为非常的不道德，而且都违反我做人佮做代志的原则。那这我就甲你无共款，可能我出事就较歹命。无一个正常的家庭，能提供我读书，嘛无一个头家能提拔我，做我的后代。无参像你，讲话大细声，佮讲遐一挂遐尼水亏的话，真实的吼。假使讲我面头前若有一条路，能去赚钱，我相信无人会阻挡我去赚迄条钱。安尼你听有无？高兴。你所有的钱来路拢非常的不清楚，每一笔拢超过几啊千万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尤其是香港跟泰国迄几笔钱。那呢？你认为遐是啥物？我认为你是利用我的电脑，将你所有的钱用无同款的户头，
皇上你教我，从无合法的钱完全变作合法的。真巧嘛！恁老母辛辛苦苦种花种草，供你读书，你这钱读。咱即马讨论的代志，甲阮厝的无关系，莫牵牵对遐去。讲就讲，你即马有一份啊，收入真好的工作。遐有诶呢，是富；有诶呢，是富。也毋过呢，我愿意老实，无合法呢，比较不错。我谢谢，这么麻烦你做东西。但这间公司登记的是恁阿舅齐金堂的名，恁拢共伊做一挂，将遐非法的变成合法的工啊，已经是做足久了。这件代志呢，甲你要辞职唔辞职啊，一点仔关系拢无。我只不过是要甲你讲，你齐连做呢？趁这种无合法、甲无道德、违背良心的钱，已经趁真久了。我看你应该是无唔对嘛吼。对者，你敢唔是安尼讲？太执着了，你还是坚持叫我不要多管闲事吗？为了你自己，为了整个大局，也只能这样子。什么叫大局啊？你懂我可不懂。最好干脆你直接教我好了，看我能不能变得跟你一样。好，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大局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董事长的儿子还是亲戚？你以为你有什么庞大的家世还是财产？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为什么要赚人家付给你的薪水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好，可能我跟你讲，我不应该来这个地方上班。我来这个地方上班之后，也不应该跑去跟董事长讲说你的公司有问题。我可能有错，好吗？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们只能做人家要我们做的事情。如果你要问为什么，你回家做大少爷大小姐就好了。为什么要出来工作？我已经说我可能有错了。你没有错，你只是把黑白是非分得太清楚。我不要你认错。你知不知道这里处处都是陷阱？我真的不需要你看见你掉下去。啊，那你自己呢？你用什么来保护你自己？我不需要保护你。我只要想到我那个永远不会满足的家。一个只会喝酒的爸爸，还有一个只会哭泣的妈妈，还有一群弟弟妹妹。我只有努力的赚钱，我只有用钱来保护我自己。可是你不一样啊，你还有一个家可以回去休息。对，我还有一个家，我还有一个年老的阿公，我还有一个单亲的妈妈。我妈妈年轻的时候还吃了很多苦，我阿公手里面败掉了万贯的家财。我们徐家好像没有一天会过好日子的。你觉得我们的家怎么样呢？等一下。你说你有一个外公，一个妈妈，还有呢？还有我舅舅啊。有没有个哥哥或弟弟？